I'll shake.哇，我最近全家一个很火热的韩式炸鸡啊，对，我们这次 Favor 富兰克林跟这个 Michael 啊，也是要去朝圣一下。现在这个有店门口这边，这个女生居然挡在路中间啊，一堆车在这边，哦，看到一堆人在排队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停好车子啊。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潮？这个车子可以停这吗？哦，先停这啊，啊，停在这里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？这应该不止要排两个小时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谁。是北斗爆奶泉的那个吗？哦，还有异形，居然脱下面具了。连流浪汉都来了，是谁？ Rick 也来了，不知火舞哦。今天怎么打扮这么可爱？这小学生啊，谁？他也来了。今天人怎么那么多啊？警察在不用管制吗？等下，这 YouTuber 在拍什么？拍照片啊？哇塞，大排长龙啊！看一下旁边啊，家就是你家，旁边还有那个 menu 啊，咖啡啊，你的招牌啊，对啊，看一下外面的大型招牌，哇，太酷了吧，看得我好想吃啊，怎么办？人那么多，怎么进去啊？不管，我冲进去了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哇，这里好豪华啊！边这个妹在看什么？看橱窗的隐形的鸡翅膀。OK， 我这边还有好多好多的，哇，大发，就是可以坐在这边吃的。内装潢非常的不赖，非常的豪华，连里面也是一堆人排队啊。哇，那怎么点餐啊？是老兄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啊。呀，这是哪里？哦，这是一个小型的包厢哦。名人贵族都在这边吃饭呢。哦 ，Tracy 居然在这边盘点，在点他的钞票，哇，看来赚了不少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过不去啊！这里居然过不去，那我只能远处观望。他在数钞票、啊，他应该是这间店的会计啊。我、哦、这里可以下去，这是中央厨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位老兄在烤。我鸡翅、鸡大腿，然后还有鸡肉，然后这位先生在煮咖啡啊。哇，这边好多装饰品啊！好了，还没有吃到这个韩国最红的炸鸡呢，别忘了赶快去排队吧。我们下次见了。